嗨，欢迎回到只要有人听就好，我是嘉瑜，我是雅群。嗨，今天又是我们18分钟的那集，而且也是我鼻音很重的那集，牛魔王。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抽出今天的题目。干嘛呀？紧张呢？哦，轻松，今天要聊的是分手经验。这个轻松吗？18分钟讲分手经验讲不完吗？这可以讲1800分钟。来吧，今天那我们就直接拓展为一集正题，来让嘉瑜讲吧。不是，你知道分手经验怎么讲都比超自然经验好讲。超自然经验超难，有没有可能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呢？差不多都算是蛮灵异的。对，后面都有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那就交给就应该是嘉瑜的主场嘛。我没什么好讲的， 我觉得分手都蛮无趣的。分手蛮无趣，可是蛮无趣的分手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提了分手，然后那个人当时在台北，然后可是分手之后我就突然就觉得很后悔，然后我就追到台北来，然后我就抱持着一种我都已经到台北来了，他总该会让我进家门或者总该见我一面吧的那个侥幸的心理，但他完全没有见我。就是我到台北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晚上，反正就是很晚了，但他完全没有要理我的意思，然后他就是铁了心了，就是不回我讯息，也不见我。然后我最后就是在后火车站那里随便找一个很可怕的那种青年的旅店，就睡了一个晚上。然后隔天他终于答应见我一面，但就是见我一面，然后我们就还是分手了。这样见你一面的时候，你们聊了什么？我忘记我跟他讲了什么，但是我记得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好像讲了非常多，就是他忍耐忍我忍了很久的一些话，然后就是把一些积累了很久舍不得伤害我的话应该都在那时候讲出来。所以我记得我最后的最后我是哭着求他说你不要再讲了，求你不要再讲了，然后就结束了。所以我是为了讲这些话然后才答应见面的。应该是吧，因为他容忍我很久了，应该是这种感觉。那提分手是谁提的？应该是我提的。OK，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好，对，就是你提了分手，但是他后来突然一股脑的把事情都讲出来，这样。对，你们后来还有再见过面吗？有啊，后来还有再见面哦。对啊，我好烂哦。为什么后来还有再见面？哦，我们后来还有再见面，然后还有再就是做些不该做的事情，但是还是不能复合啊。没有，还是没有。这个是不是你有次讲过的一个故事？就是你说那时候就觉得真的还是不行，是他来找你复合，对不对？求复合。对，其实是在那一次之后，我发现哎，真的不行，就是。完全没有，已经过去。你原本以为啊，见面然后可能再有些亲密关系会哇旧情复燃，但是反而让你觉得哎，其实真的不行的时候，就反而真的心里放下一颗大石头。哦，是放下大石头。对，其实我是松了一口气的，我是发现我真的不行，就是我不是爱这个人了。那如果那个时候发现原来你还有一点爱这个人，我会很想把自己掐死啊。对啊，其实蛮可怕的，对不对？对啊，想看我甚至要想细数一下我的分手经验。太棒了，大家期待啦。其实我的分手经验都很平静，我不平静都是分手之后。其实都是吧。对啊，就是就分了。对，我们好像都不是那种，就有点难想象我们那种就是在路上大吼大叫说分手啊，因为我坚持要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分手。风和日丽的时候传讯分手。 对， 对，没有，其实那是台风天。对，因为你不在台风天的时候分手，你就只能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分手。很麻烦啦。对，因为我又不喜欢在吵架的时候分手，因为我就是觉得那种故事感觉之后你一定会后悔嘛。就不是有很常有人就情绪之下然后就说分手啊，然后另外人就说好啊，然后结束之后两个人都很后悔，然后就会开始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可是应该也是有那种啊，不然结婚啊，好啊。对啊，就是都变成这样子。可是这个时候请不要做任何决定。我一直都很就是警醒要避免这种非常情绪化或者是很冲突的场面，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分手不可以随便挂在嘴巴上，然后也不可以在情绪很高涨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但我想任何决定都不行。但我想问你是一直都这样吗？还是你是年轻的时候有吃过一些苦头才这样？从来没有，我一直都是这样。哦，你好厉害。哦，因为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讲过就是很犯贱，就是会把分手挂在嘴巴上的人。那很危险啊。我现在知道不行了，嘉瑜，我错了。我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小学大概是6年级的时候听说我们学校有一名非常有名的校队，就是他们就是那种小太妹之王，然后喜欢一个小帅哥，然后他们就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交往。他没有到小太妹之王，但他就是可能2-3把手这样子。然后对，然后他好像2把手。对对对，然后因为4年级的时候交往，然后5、6年级不是就分班了嘛，所以他们那时候虽然是有一点远距离，所以。好像有一次就是那个女生远距离是从同一楼的就第一班到最后一班。对啊，很远，一排很不方便，因为下就下课时间才10分钟，走廊就走5分钟了。对啊，然后好像就是那个女生就是某一次可能就是想要试探他还是什么，然后就说了一句说想要分手，
然后男生就答应了，然后女生就痛哭失声，可是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分了。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成为我生命中一个很沉重的警示警钟欸。对，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分手是不能够随便挂在嘴巴上。很小就学到那一刻，我觉得那种挂在嘴巴上的分手通常都不是想要分手，你都是想要试探啊。对，你想要来一个下马威，就是借由就是你提出分手这个事情来表示说你好像对这段关系不在意，但是其实没有，就你其实这是一种权力的一种支配跟控制欲望，所以如果对方真的说好的时候会非常傻眼。我就是为了就是阻碍这一切的事情，我都会觉得只要你做不到的事情都不要提议，就包含像是我曾经有一次在跟某一任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我就是跟他说你吵架的时候不要常常说气话，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只要说出来的事情都应该要做到然后他就会一直讲，因为他之前就会一直大怒，就说不然你要怎么样，你要我怎么陪你，你讲啊你讲啊你讲，我一定做到啊。然后我就说不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因为你知道我不是讲出来每件事情都会做，你现在只是在就是发泄你的情绪，我讲的任何事情你真的都会做吗？你讲啊。然后我就说我想要住在桃竹影园，不是，我那时候好像是说那我希望你可以跪下来舔我脚趾，你做得到吗？你居然希望我舔你脚趾，这个都这样都做不到，你还好意思说我什么都做得到？对，那我就说我不是希望你舔我脚趾，但是你自己说我说的任何事情都要做，可是你看你现在我这样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你是不是又做不到？只是舔脚趾，那我们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啊，可是我发现我吵架的时候这么理性，对方好像会更失控。我感觉出来，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又不能比他还嬉笑，因为我跟他一起嬉笑的话，他们就会开始给我抹风，就是男生很常骂女生是神经病，对，男生很常骂女生神经病啊，闷那个来啊，然后就是歇斯底里啊，要去看医生，就是。我不知道，我都没有叫他去看医生，他凭什么叫我去看医生？所以我必须要很冷静。可是我很冷静的时候，又会被骂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因为我曾经真的有一次在对方生气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大家不要又去找某某人的茬。就是我真的，请大家不要再随便帮我们对对对，能加一条任何人对号入座，因为都不是同一个人，他们都很嬉笑，可是不是同一个人，真的。对对对对，某一次是某一个男朋友，他曾经反正就我们发生一些局，其实我已经不气，但我就跟他说，我希望他可以道歉，我说可是你还没有道歉，他说到底要道什么歉，我说没有，我现在只是希望说你可以道歉，就是我想要知道，我想要确认是他是不是真的有觉得自己错，还是他只是因为我不满所以他想办法在安抚我，可是他从头到底都没有觉得自己错，所以我就一直希望他说他可以道歉，真心的说声对不起。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其实知道错，我觉得知错能改就好了他大怒，我觉得真的是超夸张，我此生可能很少有被这么夸张的情绪就是泼在身上过，因为气到起来狂捶墙床垫。你是 literally 跟他说我觉得你就要知错能改，我就说其实犯错没有什么，知错能改就好了可是我真的没有生气，我那时候完全没有生气，我只是希望这个仪式性的这个道歉要被做到，然后就整个人弹起来，就是你知道，就是直接从床上弹起来，然后开始疯狂的捶那个床垫，然后我就说什么知错能改啊，你以为你是谁啊然后我想说他为什么要那么生气，因为我又没气，而且我才是那个就是被错待的人，因为他放我鸽子，他让我在路边等了三个多小时，然后，哦，他很鸡掰耶。对，而且我还跟他说你为什么迟到那么久都没有讲，然后好，他那时候也说一些很夸张话，他说因为他是小主管哦，我知道，对对对，他说他连开了两个会，公司发生了一些很大的意外。不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加上有一些前男友真的太奇葩了。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能够，而且两个会中间应该有空档可以传讯息给我，跟我说就是他可能会迟到，然后会迟到很久，叫我先回家或是怎么样。他没有，他就只有一直跟我说，因为 我是小职员，他是主管，我们这种小职员是不会懂的，有一些会议就是不能够传讯息。我很想跟你说我现在薪水可能是你当年的两倍，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会议不能传讯息。对，因为嘉瑜在任何会议都会传讯息。对啊，嘉瑜不管在会议还是在演唱会中还是在提案的中间都会传讯息，很麻烦都可以，如果你有心你总是可以找到传讯息的机会。没错没错没错，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蛮多次的分手是传讯息，我有几个是，是对，就是有传 LINE 的啊，有传 Messenger 的啊我没有印象有面对面说
就是坐约出来说坐下来要谈分手的印象。有一位有特别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跟我说他扛得住，他希望我当面跟他讲，所以我后来他没有，可是他没有问你扛不扛得住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因为我一直记得他跟我说他希望可以当面谈、okay. 所以我就基于这件事情我有当面谈。其他的几位我都是下风。有一位是在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还住在一起，还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传讯息给他，那个分手真的是非常云淡风轻的分手，就是那一天是我生日我还记得、嗯、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自己说，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不想分手，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分手这样子。那但是我又一直不想要让分手这个决定变成是我主观去做的，就是我不想要主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要么就一直在期待一些机械降神，那不然我就一直在期待一些 sign 或者是什么，我甚至那时候有时候还会想说还是他赶快跟我提分手。嗯嗯，对。然后我那时候就给自己一个很神秘的前提，就是条件句，我那时候那天是我生日，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如果我生日的这一天他没有祝我生日快乐，他没有准备我的生日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分手。嗯，然后那一天起来之前我做了一个噩梦，嗯，就是我在梦里面梦到他很认真的准备了生日礼物，然后很难过的看着我，就很难过的跟我说了一些他对我的感情之类的，就在梦里面梦到。然后醒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悲伤，嗯，因为那个悲伤就是在于说我连做梦都会梦到说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吗？还是说我害怕这件事情发生，我不确定到底是哪一个。但实际上是当天，但是你的情绪是悲伤的，我觉得就是解释了蛮多东西。对，我的情绪是非常悲伤、嗯、但是那一整天一直到下午他都没有对我的生日做任何的表示，然后我就在下午的时候传赖给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分手，但我没有跟他说、哦、我想要你祝我生日快乐，可能都没有。你没有等到23:59的时候吗？没有没有，但实际上就是他一整天都没有祝我生日快乐。okay, okay.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不得不分开的时间点，然后而且还用了那种很风光明媚的方式作结，就是那种就是各自安好。对对对对，就是也许以后还是会绕在一起啊、嗯、这种很莫名其妙。然后对方其实也没有想要挽回我的感觉，他也没有好像大受打击，我不知道，因为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少会回我讯息，他只会回贴图而已。所以但是他那时候没有回贴图啦，他就是回了一些嗯对啊怎样，就是那种好像附和我的话。如果现在传分手讯息对方回贴图，哇他真的是会很火大。 OK 或者好哦这样子。没有，他那时候好像只有跟我说他你说啥，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他就说他也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就之类，所以他就嗯就 OK， 就讯息就到这边为止、嗯嗯嗯、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还住在一起嘛，所以其实晚上还是会问他要不要吃面把他买回去。这就太怪了啦。但是当天我就立刻就是分房睡了这样子。对对对，这个仪式的东西要做出来啊。但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隔天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想要挽回或者是想要修复关系，因为他送了我一套 LINE 的免费贴图。靠，对不起对不起，太发自内心的觉得你，我觉得他没有想要挽回。没有吗？可是因为他之前从来不会对我做这种事。你说尤其对这个人来说送一套 LINE 的免费贴图就是他已经很用力的在表示。对对，他很努力的在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我那时候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我甚至有一种心酸的感觉，有一种觉得哦他好努力哦，跟啊也就这样。对，蛮心酸的。我心情蛮复杂，可是我好像感觉到他蛮努力的。嗯，因为在这之前他好像已经完全不会想到我这个人的感觉。就是有一次是参加朋友的聚会，在聚会上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对话，然后重点是我们离开朋友家之后其实整趟路一直到我们回家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讲。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在我提分手前几天、嗯、提了分手之后就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也蛮和平的，但就是心情很复杂。然后大概两周之后我又突然觉得我们应该要坐下来面对面深谈一次，所以两周之后我们又面对面深谈了一次，就聊了蛮多。然后就是聊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这真的是覆水难收。嗯，就我本来也没有觉得这有可能改变任何事情，但是只是这次的讨论让我更觉得覆水难收。嗯，那个时候有一种很深切的感觉到自己好像真的伤害这个人很深的感觉。哦，是哦。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有很无奈的跟我说有些身体的脏又不是像洗澡一样脏了就可以洗干净，有些东西就是一辈子。 OK， 对对之类的。然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哦、好像真的是给对方蛮受伤的。然后他也说过说你什么都条件都很好，你很优秀，但也因此在某一些地方特别让人难以忍受。那我没有细问，那很年轻的时候我大概可以理解是哪一些事情。能够深谈到这样其实也蛮直接的。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其实的啦，到最后他口条好像比我想象中好，就很是很久没听他讲话了，对，都收贴图而已。对，上之前那么深刻的聊天，已经应该是在聊红白火龙果了。对对，这位是火龙果先生。对， okay, okay. 那时候就觉得说啊，真的是伤害这个人蛮多。虽然我也是，我觉得我对他也付出了很多，方方面面的也是蛮拼命的这样子。所以跟他分手之后，我写了很多关于这段感情的文字。就是不管是文章啊、诗啊，各式各样散文，有的没的。这件事还让我后来男朋友一直非常嫉妒，整个谈恋爱的过程中都很嫉妒。我记得我那时候写过一句话是，我最好的跟我最坏都在那里，但那并不表示我就在那里了。嗯，然后我觉得确实也是，就是谈第一场恋爱，我真的是非常毫无保留的，就是把我觉得我可以做到，或者是我可以给的关于爱最高强度的那种承诺跟忠诚啊，纯粹纯真，全部都给了这个人。但是也包含第一次经营关系，很多那种比较任性啊，然后比较直接，或者是对于爱的那种偏执狂，全部都丢在这个人身上。因为我自己对于那种我想要一份从头到尾只属于我的爱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你有一点点，我觉得这个词没有很准确，但是对爱情是有一点洁癖的。对，其实蛮严重，就是那种洁癖是精神跟肉体的洁癖。对对对，那个洁癖可能不是针对于特定的人物，而是就是针对爱情这个概念。我以前的同学就朋友就跟我说，我就是那种别人喝过的水我不要的那种人。但我现在每天都在喝别人喝过的水。嗯，对，因为我是冰箱里面吃过然后过期没有人要吃的东西。对，然后前天那个医生那个新闻网啊还PO出来说隔夜水不要喝，有超巨大毒性。我每天都要喝隔夜水。对啊，不是，那隔夜水我不喝谁喝呢？对，还有什么说水不要一直烧再喝的？那水到底要怎么喝？对啊，那不是啊，一定是我喝，不然谁喝？我不喝隔夜水，谁喝隔夜水？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很强烈的精神洁癖啊。但是为了把这个洁癖治好，我其实后来用了一些很激进的手段。真的哦，就是比如说跟离精神洁癖最远的对象交往。啊、好，我想说，我他妈以毒攻毒，我告诉你，我要 OK OK。就是在这个我以精神洁癖强烈的摧残了这位年轻的心灵以后呢，我就跟了一个就是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人交往。嗯，但是我发现我这个精神洁癖没有好。哦，是哦，没有好。我以为我会变好，但是没有。就是后来我就是疯狂的折磨第二位先生。嗯，我在分手的时候都不是讲说你哪里不好不好，我真的忍受不了你，我都是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接受我继续伤害你。因为我觉得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快乐而且最基本的是你要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的你。对，因为我在谈第一个恋爱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非常天真，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爱的战士。就是我会跟我朋友说，谈恋爱不是大家都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吗？那是25岁之前吗？对。为什么人还会分手？我们都拿出这么好的一面欸，就是那种真的是拼命，比如说我一个人可以在大雨中排队什么两三小时买个东西给人家吃，就类似这种。嗯，为什么人还会分手？嗯，然后我朋友就说，谈恋爱的话不是拿出最好的自己，只是拿出最真实的自己。哇，这句话我好像也没有非常认同我个人啦。我觉得到久了之后应该都是这样，因为很难演一辈子，最后你会相信无论如何是你有可能相信那个就是真实的你。对啦，对对，也是有可能的。这个说法就是你开始面对这个对象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自然的人设，你可以完美的迁合进去，不会让你有勉强的感觉。我刚才想说，佳宇每一段感情都会留下一两句就是很棒的话，好厉害，金句体。对对对，我后来仔细想想，我都没有嘛。然后有，一定有。对，好像人谈恋爱都很爱讲金句体。某一个对方好像曾经讲，但我觉得很蠢，现在想讲就很重。他讲类似你是一只刺猬，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在全身都是刺的时候，把最软的那边留给我。好，就类似这种路线。对，然后还有什么，大家都很会讲这些，就金句连发，很棒。还有另外一段就是会出现说，比如说我之前喜欢过什么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现在就是你，就是类似这种好像每个人都会讲。对，可是就是当下听到就还是有一种哦，谁想听这个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背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交往之前他很明显的喜欢过其他的另外一个我们的共同好友。嗯，有追过他这样子。嗯嗯，对，所以在那个背景下他才那样子跟我讲这样的话。所以这件事他讲这句话之后，你有觉得比较释怀吗？还是其实你本来没有在意过？我没有释怀啊。那有让你这个旗舰更加的那个加深了吗？就是那个心中纠结反而更深了。嗯，可能没有更深，但我更确定我永远放不下这件事情。对嘛，你哪壶不开嘛，谁想听这个？那过去的事都没发生，不是更好吗？对啊。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两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跟你一直拿出来讲，
甚至就算你一直拿出来讲说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都过去了，就是不要讲是最好的，何苦呢？就我觉得当然很多人是真的丝毫不在意，因为我有一些可能有几个对象是很爱问的，就是很爱问哦，可能问之前的那个关系吗？对，或对，或者是他完全丝毫不介意，他会说我完全不介意 ，I don't care， 因为他自己也是很爱讲。但是我就想说，可是我主要是因为我不想听，所以我不想听，所以我自己也会不想讲、哦、这样。对，我也是。可是其实有些人会很好奇，我知道有一定有一些人会讲，会吧，应该有认识吧。我有认识超爱讲的，对啊，讲到双方都非常的困扰的那种，就自己也会很困扰，对方也很困扰。嗯，对，因为主要是听完之后都会有一些别的事情发作，对，就不是纯听听而已，就很麻烦。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分手经验、嗯、严格来说是被提分手经验，而且是同一个人提了两次、嗯、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觉得蛮困扰。嗯，我现在已经释怀了，但是那时候是觉得真的很烦。第一次提分手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觉得非常烦了，就是可能你前一瞬间都还在讲之后的事情，就很普通的日常，然后他晚上他可能就突然跟你提了分手，然后你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嗯、然后他讲出来的、嗯、他给出来的理由都很震撼，惊天爆那种感觉。什么对什么好，就是很惊人。但是隔天之后反正我就是东西立刻包袱款款，能够清走的东西都清走。但是后来隔了可能隔了一阵子之后又复合，那复合之后我猜可能问题应该是没有解决，没有根本的解决，应该不是发生新的问题，就算有新的问题也是在旧的问题上面又延伸出来。所以第二次就再提了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其实超级崩溃、嗯、因为我会觉得说很合理吧，不要开玩笑，这才多久 啊麻烦死了。哎，加上第二次复合 Am I a joke to you？ 对啊，第二次复合到底复合了多久啊？可能就是三四个月，差不多 四个月、嗯、我不太确定那个时间。然后对方又提了一次分手，我想说哇，这个时间是你我觉得连努力都没有要努力而且他那个时候还说早知道当初就不要复合，我想说复合也不是我提的，是他说的。对，我那时候只是说欸，我觉得没有复合我们就不要再联络了。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分手之后保持联络这件事情， 我知道有些人很 迷信这件事啦、就是、你说迷信要保持联络吗？就很希望分手之后还可以做最好的朋友、oh, okay, 把心中完全留最特别最柔软的一块。 No, 我也完全不是。如果我真的曾经这样想过，就是很早期很早年的时候，就是我对爱有一些浪漫的幻想，就是会很希望说什么不能在一起，但是你心中永远把一个人放在心中、哦、最深然后最呵护他的角落，然后或者是说可能两个人很早期的时候交往，然后兜兜转转的可能半生，然后最后又在一起，我就觉得那些故事都很浪漫。但后来我就觉得这些故事其实对后来遇到的对象其实都蛮过分，就很失礼。对，就是你内心如果真的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人到你必须要为他清出一块然后放在那边，好像他是一个神圣的圣地，对的话，对，拜托你不要再谈恋爱，你不要再出来害人。但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对， 我不是说我支持这件事情，但是比如说现在看到王菲跟谢霆锋，我还是会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但是也会为前面的那些一切一切那些人觉得啊、oh ，我觉得你可以，当然你可以绕过一圈再复合，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好大一圈哦、你在那个过程中，如果一直让你后来的伴侣或者是对外知道说他内心其实还有一块是永远保留给某一个人，对，其实会觉得有点过分。对啊，就是如果他没有这样，他其实就是想要再走出去，然后可能之也不是说走出去，他就是往前走，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啊，只是刚好又遇到最初的那个对象，我就会觉得可能还蛮浪漫。但是如果是一开始就抱持着我们最后始终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下继续去发展其他的关系，我觉得超失礼的。那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真的这样吧，大家都会误以为自己可以是主角。我告诉你们，大部分人都不会是主角，大概就是男四然后跟女二，女二已经很好了，女二已经很前面了，女二很前面了、啊、女二会说很多台词，比如说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爱你的女人之类的，就是如果你说过这句话你就是女二。OK 记得女一不会讲这句话，对，女一不会说这个的，女一会说你走吧，对啊，我没关系的， 对大概会像这样。 对但如果你只要说出刚刚那种哭腔，大概就是女二，没有办法。男四没有机会讲话、嗯、男四就男士真的不会有机会讲话，男士好后面会传一些 LINE 贴图，因为男士已经是男一的好友的好友的好友了，没办法，不是那个镜头没办法装那么多人 不一定啦，如果是流星花园的话男士还是有机会讲到话，男士可能拍两个礼拜就杀青了可能两天就杀甚至两天就杀青了但蛮好的，就赚一些就是车马费。对，我有一个就
突然想到这讲要分手，我有一个很想要改掉，就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克服，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每一次分手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会陷入那个是我对不起对方，或者是我不想要再伤害那个人的情绪里面。然后我后来有戒掉，就你再找一个一直伤害你的人就会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是戒掉的好方法吗？我现在是不是请鬼拿药单呢？不会不会不会，真的你就会走出来，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不是我的问题。因为之前前面几场恋爱我都会觉得我人格扭曲，我就是那种没有办法，我只要一谈恋爱就会伤害喜欢我的人。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哦，不是不是，就是只是刚刚好而已就也会一直会也会遇到一直伤害你的人。因为我有两任交往对象都是交往到后期对方开始看心理医生当时就会觉得哇、啊、我是不是有问题，可是我后来啦后来就会明白没有没有没有，那可能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跟我没有可能没有关系。 OK OK，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应该是吧。我前面两任也没看心理医生，然后后面两任就是我去开始去看心理医生对，因为后来就变成大家一起看心理医生，我才会觉得、啊、那可能不是单纯是我的问题。我突然想到其实某一任在提分手，就其实就是提分手的时候，我有邀请他跟我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我邀请他跟我一起去看諮商，嗯，然后对方拒绝，我一直觉得很愤恨不平，因为我觉得说，哎、欸，你干嘛拒绝、啊，不愿意努力。但是我后来就想到说，其实蛮合理的，因为我另外也有朋友在对方就是他们在讨论分手的时候，他也是邀请对方，希望可以两个人一起去看諮商，讲关系的諮商、嗯，然后对方也是拒绝，然后他也是非常生气，觉得对方从来不肯为这段关系努力，但是。我后来比较释怀的点就是对方不爱你你就说他有病要去看医生好像不行、oh, 他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任何错。但那一次在国外好像蛮平常的，不用是夫妻，只要是交往就他们到关系最后都会一起去看一个諮商，就也不一定是为了要继续在一起，可能只是为了要理清一些最后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蛮好的，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在这个样子的情境下才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很像对对的确像是你们是不是有病，你要分手你有病啊、欸、你赶紧跟我去看医生吧看完你就不会跟我分手。对，我当然可以理解对方就想一下就会觉得说正常人不会想跟你去，因为他就是他只是不喜欢你，或者觉得你们不适合所以要分开，然后你就想说哎、欸，你要不要看一下諮商，跟我一起看一下諮商，我觉得你要依一下、欸、对，我想那种情况下果然还是要风和日丽的时候邀请对方跟你一起看諮商，对，或者是风和日对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可以去看諮商，不一定要等到天打雷劈。对，因为他对方防备心太重，很难好好的进行諮商，因为他一定会觉得说你叫我去做这个就表示说你希望我本人这边有些事要改，然后我怎么样把自己医好医治好了，那我们的关系就会继续下去之类的，所以他已经不愿意了。对，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去看諮商。对，我觉得关系的諮商是很不错。我自己的朋友在国外，因为他们公司是有几副这种諮商时数，然后他就是跟他。双方的也有吗？应该没有，因为她老公不是他们公司、哦、对啊对啊、嗯、对对对，但是她我猜她可能就是至少可以抵一个人的一个费用，有一个补助，然后他们就一起去看了，然后看完那个諮商之后他们就一起列了很多希望双方可以遵守的事情，跟双方在关系里面现在感到可能失落或者不满的地方。那当然这个前提是双方都有心想要维持这段关系，我觉得才能够成立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已经打定主意就这段关系他就是要结束，那这样我们一起去看諮商的时候会得到什么？也许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啦。对，我其实我是认真觉得还是可以得到蛮多东西的。因为应该可以从諮商里面发现一些你自己没有看到的问题，不一定是针对这段感情。我想知道就是雅群在分手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一些自己也觉得很傻狗血的话，很傻狗血的话就是可能会觉得很煽情或者是很矫情的话。可能就是刚才那种程度吧，就是我不想再伤害你了这种程度而已，没有其他的。怎么样叫做你觉得很傻狗血？我不知道，我自己好像有讲过一些类似我不能再等你长大了这个我是没有啊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等你长大，我觉得我好像做不到。我傻狗血是在谈恋爱或者是快要接近分手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非常就是八点档连续剧的那个情节，就比如说不然我们现在一起去死啊之类的没有没有，这也太可怕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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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是蛮常经历过这种子。对对对，我讲的可能不是那种比较，就像是一些女二台词对，我也蛮爱讲一些女二台词。我自己还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谈分手我不喜欢讲出我对对方不满的很多事情，我就是想讲一个 overall 我的情绪，所以我不会去细数罪状哦，细数罪状可能我们留到 podcast 上讲就好了对，没有，我就是会讲一个我整体的感觉，就比如说我觉得专案总结，对，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这样下去然后跟我后来其实很坦然，我曾经在一次分手的时候跟他说对于很多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或者你还不够喜欢我，所以我们再花点时间然后我们就是可以磨合的很好，
那后来我就说，其实我已经释怀了，我想可能我就不是你愿意会改的那个人，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喜欢我，其实我觉得是什么理由我都可以接受，就是重点已经不在于他到底爱不爱我，是我发现我已经不在乎他到底爱不爱我。对啊，因为也许他很爱我，但是我已经擅自把他解释成我觉得你不爱我。欸，对啊，我觉得你可能要试试看爱别人。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嗯，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曾经以为可以。嗯，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不行。嗯，我觉得谈分手的时候突然对方都会很 over promise 很多事情。真的哦？就有很多啊，就比如说我再也不骂你了。天哪，佳瑜到底都是跟一些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再也不会跟你吵架，然后我不会再生气，跟全部都可以改，就是很多事情，反正就是 over promise 一堆事，全部就是他瞬间好像什么事都做得到。而我还是要再度提醒一次，那些话不是同一个人说的，对，都不是，就他们都会就是一直不断的讲很多夸张的话。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无力。就包含有一次分手的时候，我说我已经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嗯，他就说他可以陪我度过，因为他自己也有丰富的忧郁症经验，他可以陪我度过。我想说，干你他妈是我忧郁症原因，你还要陪我度过，我离开你就会好了，好不好？就这很都很可怕，就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他完全没有为我着想。欸，就是你可以到最后一刻都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自私成这样。一般情况反过来的话，我听到就是我是对方生病的原因，我就会立刻放弃嘛，就像我这样。对对，我不想要再让伤害你，我不能再放任自己伤害你。对啊，就对方说我可以陪你一起度过，我最知道怎么照顾忧郁症的人。我要吓疯了，我真的要吓死。欸，这种的挽回方式会让我更加坚定的，就是我一旦结束这个对话，我他妈就要去开趴了。嗯，其实我分手虽然都很平静，但是都是后面变得很不平静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会一直来讯息，然后一直来讯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情绪劳动很大，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克制自己不要回这些讯息，因为我会觉得不回很过分。嗯，所以我就一直回，但是那个讯息里面可能好一点的时候，就是他会很宏观的在回顾这一切，然后尝试很理性跟成熟跟我们来讨论，但是讲着讲着就越来越尖锐，然后又疯掉，又歇斯底里，然后开始痛骂我，就大部分对话就可能会一直走向这样子。这也是我个人做的蛮好的，就是前男友传来的讯息我都是一概不读。你很厉害。我完全不读。你很厉害。对对对，就是我某某一任也是完全不读，我觉得他也蛮厉害。对对对，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是分手之后喝醉会传讯息来的，就是那种喝醉会传讯息给前任的。迷因图来，迷因图来。对对对，就会问一些很怪很怪，真的很怪。他就是按了一个很大的赞给我。他觉得你真的很赞啊，超大的赞。啊，就是你能够按到此生最大的那个赞。他就是觉得你这么赞。对，然后我就传问号给他，然后他就说很大的问号，我就传了一个问号，然后就问他怎么了这样，然后他就说你真的很不错。对，他就说我按你一个赞，当然就是我觉得你赞我才给你赞啊。然后我就说谢谢吗？我好像就回了一下之类，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说阁下的意思是不该按，然后一个问号。我就大傻眼，我想说好烦。哦，你是不是喝醉？我就想说是不是喝醉，应该是。因为怪到一个不行。对对对，所以隔天早上道歉。这件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就是很就这件事情分手的时候很平静，也没有讨厌这个人，可是后面很常发生这种事。之后我就变得很讨厌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少提到的对象，就是因为交往时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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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可能就是那我们就姑且称他为赞赞哥吧。赞赞哥很可怕。赞赞哥，我其实我也蛮希望有一集来讲赞赞哥，因为赞赞哥有，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改主题，就直接把这一集就是发展成一集正片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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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讲分手经验是不是？